月八日，北京兴权律师事务所发布范冰冰名誉侵权案件简讯称，被告上海嘉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遵照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民事判决书，已在其主办网站显著位置向范冰冰女士公开致歉，相关侵权赔偿责任已履行完毕。上海嘉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网站于今年四月发布了的文章现已删除，并郑重致歉。非凡娱乐时。